对，邱林，邱林，对，本人比较瘦女，本人比较美，他强，本人比较瘦，对，比较苗条，对，他是在华山车站那一天的导览，然后，哎、欸，你都要推给刘产品哦，一模共哦。没有办法休息啊，工艺稳定啊，哈，工艺稳定啊，有吊车厂啊，有没事情？对，所以他听那个歌，我听到的时候吓一跳。我们来那个我们创作组开始有那个就是互相比赛，然后听到这首歌，我完全认输了，可能是秋林姐有点关系，感动到我。哦，后来这个到虎口，到这个邓大哥他们家去访问他，因为这个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。